长，杨署长，林校长、徐院长、黄院长、邱副院长，还有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安。晚安。首先欢迎各位来参与今天的薛运学科技讲座演讲。那薛运学科技讲座演讲呢，是由台达电主郑淳华董事长他所捐赠设计的。那主要呢是为了感念薛运学先生呢对台湾社会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所以呢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讲座呢，邀请各个不同领域，包括科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等等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呢，跟先驱来分享他们的智慧跟人生经验。那希望借由这些专家学者、先驱的经验与智慧的分享呢，能够引领台湾社会呢，能够朝向更美好的方向呢来发展。那薛运学科技讲座呢，从2006年呢开办以来呢，已经有邀请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知名的人士呢来担任我们的主讲贵宾。那我们也累积了有超过了10000以上的这个人士的这个听讲的听众。那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呢，也开始2016年的时候呢，也开始设立了这个粉丝专页。好，那希望呢就是各位来宾呢也能够欢迎你们能够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那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演讲活动呢，在演讲结束之后呢，能够持续的发酵。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杨志良，我们的卫生署前署长杨志良博士呢来担任我们的主讲贵宾。那杨署长呢，他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这个专业上面有非常杰出的贡献。那他在就是台湾呢接受了大学在这个师范大学接受了公共卫生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学习，毕业之后就进入台大的公共卫生研究所呢取得硕士。那之后呢就到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呢去修读博士。那杨博士呢，他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呢，那当时呢，在这个70、80年代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呢，就是常听到的一个俚语就是，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那那个时代呢，大部分的去美国留学的这个专家学者呢，他们可能都会留在美国。那我们由这个刚刚这个杨署长跟我分享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现象。他当时呢，在博士班就是修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助教的奖学金呢就有800美金。那他回到台大来任教的时候的薪水呢只有100美金啊，所以这个相较之下，当然可以体会呢为什么大家会留在美国发展。那可是我们的杨署长呢，他认为呢，就说他如果回到台湾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个这个贡献。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杨署长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志向，所以他进了这个台大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时候，从一个公共卫生学系呢，发展成为一个公共卫生学院。好，所以在这里呢，有很多知名的公卫的专家，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呢也是这个杨博士在任所长的时候呢所聘请来的这个优秀的这个学者。那当杨博士他很重要的在这个除了在人才培育跟这个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之外呢，另外他把他的学术专业也投入在社会服务上面。那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的全民健保，实际上呢就是杨博士在1988到1990年这段期间呢，担任这个规划设计的小组的这个召集人。好，那他召集了当时的各界的这个人士呢，仔细的规划我们全民健保的一个体制。那全民健保的这个医疗服务呢，在世界各国呢都受到
非常高度的一个肯定。那我想就是梁署长呢，他在这个规划之初呢，就奠定了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荣幸有机会呢，邀请到梁署长来为我们主讲“亲爱的，我老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我想，我们每一位都有要面临高龄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机会。那我们如果借由今天的这个演讲呢，希望可以能够为未来呢做更好的一个准备。我们是不是就热烈掌声来欢迎梁署长？我喜欢在下面讲，可以吗？好，这个那个，借我一下，我会把他带走的机会有80%，记得跟我要回来。好，我们在座的99.9%都会变老，这是台湾人的幸福。这个我们现在呢，平均余命呢，就是零岁的平均余命呢，现在男的是77，女的是83了，超过了。这个是全台湾，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再加个5岁啊。好，这个我们老了就是什么，橘子成熟了啊，所以是柿子橘子的颜色啊。因为大家都会老啊。那么这个看一看啊。这个日本人时候做的我们的平均余命呢，这个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不到一个世纪啊。那个时候你看，男的37岁，女的42岁就拜拜了。所以你看这个影响有多大？你知道为什么以前人都不离婚？为什么不离婚呢？对，两个人稍微忍耐一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干嘛离婚啊？对不对？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呢，像我们庄院长。我不知道他今年几岁啊，就算他40岁好了，哦，你看这50岁的人呢、啊，还要再活40年。你说你平均余命不是才男女的才83吗？那是因为啊，有一些短命鬼已经走了，所以你如果到了80、90岁，你还可以再活15年、20年，哦，所以这个人生呢非常的长啊。这个资料都久了啊，你看我不想更动，因为现在是2016年，我们现在每平均1.5到2年呢。我们的平均余命呢会增加1年，所以如果你今年如果才20多岁的话，你还最少要活60年。哦，如果你今年40、50岁的话，你还要活30、40年以上。这有一点有趣的啊，就是说，很少人就想10年、20年、30年以后怎么办，很少人想，为什么？想起来太麻烦，太痛苦了。所以就不想了，而且因为这个社会现在变迁太快了，想不出来40、50年以后会怎么样，对不对？这位帅哥，你还再活60年，那60年以后你怎么想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想了。那你一定呛声啊！说活得长，可是都活得很痛苦，都躺在床上，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台湾的人啊，不但能活得长。而且还活得蛮活泼活跃的，跟其他的进步国家没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么下一张看看啊，我们现在80%人是活到70岁，所以如果你们有5个同学，好，70岁的时候呢要开同学会，那还有4个在。如果到了80岁的时候呢，还有3个在啊，60%，你看到没有？将近60%，到90岁25%。所以这个我最喜欢看看同学们啊，我们在座很多贵宾啊，我们有副校长是我老朋友啊，院长，还有很多社会杰出人士啊。这个我过去2年啊，没有收到一张讣文是白色的。我们家70岁以上都是红的，80岁有时候大红啊，对不对？喜帖也是红色的，那怎么分呢、啊？谁知道？你介绍一张，都是红色的，怎么分啊？谁知道？讲一下。大小。你看，就是他可以当院长，你就不能当院长。这个，我的博士班同学都答不出来，想不到就没有社会经验。副文一定是 A4 的，主文不及备载，丰功伟业，对不对？啊，喜帖呢一定是小张的，
对不对？很多事情不能说太多，对不对？好，这就很简单了。所以你一我看到就这样，现在我就没有接到这个。我还讲说啊，还活得好。我们这个讲长照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做 activity of daily life， 叫 ADL。我相信有些人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就是你啊日常生活的机能，你要自己能够吃饭、洗澡、上厕所、穿衣服，做这四件事情，怎么移动一下？用轮椅也算移动，这五项。那各位猜猜啊，我们现在我们老人定义是65岁。65岁到满74岁，未满75岁，我们 ADL 俱全的人有多少？这种完成的，我这五项都可以，也就是说我生活自己可以自理，有多少？你们两个猜一下，92。好了，75到84岁，未满85岁，总够老了吧？还有80%。不信你去问张忠谋，他功能怎么样？还有人70岁、80岁后空翻的，我是做不到的，我一翻那进急诊室了。好，所以你看看，到了80岁以后，人总是要老的，功能会啊。你看到80岁以上还有一半。网络上有个说啊，说什么丹麦还是挪威哪个国家，他一辈子啊躺在床上啊，只躺2个礼拜，我们要躺7年，那个是假的。他们一样躺7年8年，我们也没有躺的比较多，也没有躺的比较少，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好，那人家都说台湾人口老化，为什么老化呢？不是因为只有活得长，我们未来有多少老人，除非有更大的变化，这是一定的。可是我们的父母变小了，对不对？这小学3年级的算术吧。好，分子这个不但不减少，还要增加，因为过去生的人，以前我们叫 baby boom 啊，就是婴儿潮的人，现在都变成老人了，那大家不生孩子，那我们到不生孩子，到多严重呢？等等，我一些资料给大家做参考啊。我们现在啊，平均就生一个小孩，这1000个妇女一辈子，这一年2009年是虎年，我讲几个数字啊，给大家听一听。那年生了16万4千个小孩，18年以后就是2027年，2027年就是再过9年嘛，9年10年，那就有16万多个小孩，对不对？就变成18岁了，对不对？国防部长大鹏部长说，我们台湾的国防最少需要75000个兵，那我们只有8万多个男生。8万多个男生，每一个人服兵2年，也不到17万5千。但是大鹏部长不会担心的，他一点都不担心，因为那个时候他绝对不是部长。你看多可怕！就所有的男生都去服兵役，都还不够，要再过10年。我们一个妇女一辈子生一个小孩，是什么遗憾呢？台湾每隔一代，就少掉100人口。今年前3季生了14万个小孩。所以今年呢，再怎么努力，现在再努力也来不及了，对不对？我们今年绝对不会超20万个小孩。20万小孩呢，18年以后要服兵役了，也是只有10万个小孩。扣除体位不够的，每个人再当2年兵，也是不够17万5千。有个办法，如果我们很有钱，就可以请佣兵，对不对？法国不是有外籍兵团吗？啊，保卫台湾。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问题呢，有多么严重啊！我经常会掉东西，我的手机经常掉，可是有90%都捡回来了。这个也好，所以呢，我们台湾呢、啊，是全世界最不结婚，也是最不生孩子的国家。你们看看啊、哦，这个时候呢，有19%是已婚的，现在只有6%，就1/3。25到29，一半。30到34，还有40几。35以后就比较惨了。为什么？妇产科这不是我说的，我说的话，一定你们很多女士要骂我。35岁以上的生育力是大幅下降。那所以呢，我们将近有1/3的妇女呢，到了
35岁、40岁都还是未婚的啊、哦。所以在座的女士，你们看过去很多，应该有一些是未婚的。女生不未没有结婚会话，男生当然也没有结婚了、啊，对男生一样严重啊，对不对？好，如果我今天重点应该讲到老人的照顾，我不应该讲到旁门左道去了，因为这样讲讲不完了、啊，对不对？那你一定问啊，为什么大家都不结婚？为什么不生孩子？因为不结婚嘛。因为南美拉丁民族呢，生孩子跟结婚是关系不大。台湾呢是关系很大，对不对？不结婚就不生孩子。那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丈母娘说：“啊，你无厝要娶恁查某囝，啊，阮孙女要不要带倒去？”对，所以房屋是个大问题。不过这个就不谈了，谈不完。那我们房为什么就这么贵呢？哎，想看，我说民国30年、40年生的人啊，真的运气很好。我们那时候，这个通通要效忠领袖，对不对？要反攻大陆，我们就乖乖的努力工作，都不会想别的事情。然后呢，那时候后来我当副教授的时候，台大副教授，我一个月呢4万多块，从1000块慢慢的跳得很快嘛，跳了4万多块，我可以。用210万，就是50个月的薪水，我可以在北投的街上买一个电梯大厦的40平的房子。对，所以四年的薪水，现在是16年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前面的四任总统都是混蛋嘛，因为炒房嘛，炒房短期很好。你看我一平房子卖你10万块，然后你再卖给庄院长20万。庄院长在那边给我30万，账面上钱都多了，对不对？结果呢，什么也没多啊，就是炒房人赚到钱了，懂我意思吗？房子涨了，收的东西就贬值了，你的薪水就贬值了，你要打更多的工，种更多的稻子，卖更多的牛肉面，才能够买一平房子。所以我那时候我劝我的朋友、老朋友蒋同亮也是跟我一起过来全民健保，我叫学校宿舍。不要靠这个宿舍再去买个房子，他不听话，现在他怎么买得起？对不对？所以炒房是什么？把大部分的金钱，我们有160万户的空屋，现在到处都是空屋，我们把所有的钱不去投资生产，就变成钢筋水泥，然后空在那里。再谈我可以谈很多，你可以听看张金锷的文章就知道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今天能不能把房价压下去？不行，压下去。有房子的人他的财富都贬值了，都降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他很多是交贷款的，美国的那个超级房贷就这样嘛。到时候你的房子比那个这个欠银行贷款的钱还低的时候，银行就要收你的房子，那银行就会垮掉。所以凡是同学们记住一件事情，凡是短期有利的东西不考虑长期，这个就是糟糕了，以后要改都改不回来了，现在已经改不回来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再讲一个给同学一个很重要的忠告，就是说，所有的幸福、快乐、成就，全部都是辛劳换出来的。比方说，那个打篮球的那个林书豪，对不对？说什么四大运得奖的，都是像我们的院长，我们的这几个院长在这里，他们都是很辛苦。你知道这个升等很难的。很辛苦的、啊、有人一辈子就升不了等啊，对不对？我们清华大学一定有啊，对不对？所有的快乐，这个你考上清华大学什么，都是努力得来的，对不对？有没有不辛劳就可以得到快乐的？有，贪污轻松，钱拿到钱，吸毒很快就很爽，对不对？可是你将来要用更多的痛苦去换来的。啊，记住这一点就好。好，所有的都是辛劳而来。好，各位啊，不要以为说降，你看这个是什么？现在这些人呢、啊、还在降哦，有五年还在降。也就是说，这些人到这时候不一定是29啊，因为还在降，懂吗？这还在降，所以到时候会降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所以还有一个，我们孩子生的少了，我们的虐儿，你 Google 一下，我们有一年有15000件，这是有报。有账的，还有没有账的？你看，我们生不到20万的孩子，儿童被虐待有案的就15000个。你不信，你先上内政部的，我
在就有。那我现在问我已经 好多地方在讲，连中原也都讲过了，没有一个人挑战我的下面的叙述，就是我的 statement。 全世界没有一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没有战争，我们没有战争，没有重大传染病，我们卫生署很厉害啊，没有重大传染病，没有饥荒。我们以前我当署长的时候要国民健康局，现在到国民健康署要办减肥，第一个就到吴敦义院长要减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肥胖率太高了。也没有重大经济崩盘，所以我们经济发展不太好，最近比较低，但是要2%、3%，对不对？2%。有这样子这么短的时间内，12、13年，有这么大的这个变迁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可是你问我说，那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要面对啊？刚讲过了，面对太痛苦了。你今天面对的话，要20年以后，那个孩子才会长大，所以也来不及了，对不对？而且今天的总统、行政院长不会再当20年，10年都不会再当，对不对？所以没有人要面对这个问题。那我要岔开一下，所有的物种最强大的基因是什么？你不要理蒋公讲的，本来就是那样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所有的物种最强大的基因就是要找伴侣，要延缓下一代。如果没有这个这么强大的基因，那个物种就没有了。那表示什么？我这样讲可能有人听得很不太顺耳。我说有另外一个强大的邪恶力量来对抗，好吧？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题外话，我真的还是要回到老人啊。好，你一定讲说，那别的国家也不生啊。像法国本来不生的，你看现在法国生几个，这些国家都。那如果是日本这样的，我们还可以，我们都是日本人口老化最厉害的国家，对不对？还比我们好很多哎，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下面这个数据不是我的，啊，不是我的，台湾人口学会的，陈玉华、蔡清龙他们做的。他说啊，这个。把一个小孩养大，他们花的可支配所得只有这么少，个位数，我没有花这么多。当然我有很多故事，今天这样我都讲不完了，对不对？那我可能要讲到12点，你们大概不一定听到12点。那为什么？所有进步的国家，进步的物种也一样，所有的下一代是大家一起养，按照天无然后就大家一起养。那他们怎么养呢？就是大家交很高的税去养。那我们的税呢，占 GDP 是12-13%，我们经济学专家在这里只有12-13%，也就是政府能够掌握的钱是非常少的。所以呢，虽然高薪呢，所以对我来讲，一个国家我们讲 KPI 了，一个国家，一个民主国家，现代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啊，不是集权国家。要看这个国家是不是好的国家，最简单的一个指标就是它的税占 GDP 的比率。台湾是最低的，日本跟美国大概是26%，那德国等等的大概30几%，你到了北欧国家呢是40几到50%。所以呢，政府就有能力来照顾家庭。你看，我不知道新竹怎么样，台北只要公立幼稚园托儿所要开放登记，绝对不会超过半小时就满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有一对夫妇两个人都是30K，那你一定要拿一个人的薪水去养小孩。你看那个动物影片，我最喜欢看 Animal 或者Discovery， 你看。那个狮子是谁在养的？小狮子谁在养的？只有一个母狮子吗？一群，对不对？院长很清楚，一群。小象谁养的？一群母象。狮子是不是绝种的动物？除非人去杀它。但是老虎是，因为老虎就是母老虎在养。猎豹、其他也是一样，所以它是濒临绝种动物。所以台湾呢是濒临绝种动物，对不对？
现在我是习大大，你顶干嘛？十年二十年，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好，所以有人猜说习大大十九大以后会对台湾很凶，我就根据这个，他根本就不要凶嘛，对不对？跟谁撑得久啊？好，所以呢，好，这个我就不要，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人口也就是倒三角形。我们明年呢，大概14%是老人，我们叫做 aged society。好，我们7%的时候叫 aging society。我们再过不到十年，我们是20%是老人，我们叫做 super aged society。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好，那现在老人就这么多。我们今年是第一次，65岁以上的人比15岁以下人多，我们叫做老化指数。日本更好玩，日本是65岁以上的人，当然早就比15岁以下多了。然后呢，他们养的狗、宠物比15岁以下的人多。台湾我没有资料，我不知道啊。你注意看台湾啊，现在宠物店增加多少？兽医那个房子里面的装潢比诊所都还要漂亮，对不对啊？我们的传统市场以前一定有一家卖衣服的，小孩子衣服的跟玩具的，现在都不见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要知道那个，因为有时候你去看这个到台北的那个新计划区哦，到那个南港展览馆了什么，看到有人在推着婴儿车，可是一看是小狗，你知道狗的婴儿车比婴儿车还贵，不信你去买买看。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一条狗的链子要2000块，一包饲料我女儿规定一定要买某个牌子的，就是3000块。这样，我女儿养了狗以后呢，就归我管。你们不知道，台湾北部就有5家宠物的殡葬社，还有超过5家的宠物的牧场，就牧一牧啊，这样就不提了，再讲就讲不完了，好吧？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好，那对我们有什么冲击呢？这个要讲3个钟头，讲4个钟头讲不完，好吧？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啊，现在就是怎么养得起啊？我们有人就问我啊，你搞全民健保，又做了政务副署长，又做了署长，又是2代健保推动。但我说，那而且现在全民健保结余2400亿，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上任的时候是-600亿。我跟吴院长吵了一架，结果呢跑到马总统那边去，最后呢马总统支持我，我就把4.55%的费率调到5.17%。好，后来我离开了以后，他们又把2代健保也做了，所以现在2000多亿。他跟我说健保可不可以永续？我跟各位报告，如果你现在70岁、80岁，你们是最幸福的人，就是我，因为健保还可以再撑10年。但是现在呢，50岁的人呢，倒霉了，因为什么？我们所有65岁以上的人呢、一年要用到5万多块。65岁以下要10000多块，这个每一多一个老人就差4万到5万块，所以呢，什么都不动，也不要新科技，你就可以知道一年要加多少钱，对不对？我们以前曾经到生到40万的孩子，民国40年的时候，我是35年生的，所以这个民国40几年生的人现在就要满65岁了。30万乘以5万就是多150亿，第二年就是300亿，再就450亿，对不对？所以呢，全民健保一定不能永续，不是因为全民健保的问题，是因为最后要交健保费的人、承担的人一定是青壮年人，提供照顾的也是青壮年人。我今天看到那个最近一期的《远见》。说新竹科学园区缺技术科技人才7000个，找不到人，就这一期的。你想看，我们将来谁来提供服务？这么多人要需要，现在80万人需要长期照顾，马上会增加到
一直加上去，要等到这一批这个现在的所谓的 baby boom 们通通过去了，那才能够解除这个魔咒啊。所以这个是好。那么这是我的东大的老朋友啊，他也跟我一样年纪，他说以前人生两阶段，刚刚看到那个生命表有没有，就是到四五十岁就拜拜了，所以以前这个生下来到二十岁是学习成长，二十岁到五十岁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劳工退休是五十岁，五十岁就结束了。可是我们现在人生有三阶段四阶段，对不对？我跟庄院长报告，你是人生四阶段，你到八十岁的时候还再活二十年。我们现在有将近四千个一百岁以上的人，我们再过三十年呢，我们会有六万五千个。因为帅哥 你就是那一百多岁的，基本上六万五千个，好吧？所以呢，送到急诊、加护病房，到一般病房去复健、长期照护，然后再去急诊、安心病房复健，最后到安定照护。我妈妈已经走了三回了，可是我知道有人走了七回。那你说这需要花多少医疗费用？我妈妈，我是现在唯一的儿子可以照顾她的，我一定要撑得比我妈妈久一点。我妈妈94岁，每一次她拿到病危通知，我都在旁边。所以某一方面我妈妈很幸福，因为她现在都还能够走路，每天去菜市场转一圈，所以我也很幸福。我每一次回家，我就坐在那边拿报纸看电视，我就同说阿亮啊，家崩哦，我妈妈煮饭给我吃，这是她的幸福。她非常喜欢照顾我，因为这样唯一的儿子可以让她照顾啊。好，所以刚刚讲过了啊，就这么多人啊，就是有这么多人百岁人类啊，我们在这一条线，台湾这条线，好，这就是超我了，好吧？可是他们是花很长的时间，可是我们很快的就这样，所以将来一个国家，韩国是跟我们是一样是完蛋的国家，好，那刚刚讲过了，我们这里啊有8年的时间是不健康的，所以这个今天的大问题，好，我相信各位一定有爷爷奶奶有这方面的问题，好。那你现在我们将来现在是差不多将近80万左右，很快的变成200万，好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长照。好，这样子，失能者一个月要6万块钱，但是呢，这是康复的费用，如果加上纸尿布啊一般的钱呢，一个人要10万块，一年要超过80万。可是我们的台湾的国民平均所得呢是差不多不到2万美金，所以呢我们把一个人的平均国民所得照顾一个老人就不够，就不够了。好了，我们呢这个蔡英文总统很关心老人，对不对？长照2.0是他的重要的政策，变成预算多少啊？400亿，400亿除以80万个老人，我说需要长照的健康的不算，因为我们只有14%、16%是需要照顾的，就刚 ADL 不够的，就是16%，84%是不要照顾的，像我这样不需要照顾的，我还可以照顾我妈妈 ，OK？ 只有80万是16%是需要照顾的，那80万呢？用400亿去除，剩下多少钱啊？5万块。结果呢，你看这个长照到卫生福利部去讲看长照2.0，我们要扩大照顾的范围，就人还有扩大服务的内容。哎，这什么票？巴拉票。你找个小学3年级的来算啊，这巴拉票。好，所以呢我每一次都不喜欢讲那一段哈，这样子唱衰台湾真的很不好的啊，我们这样。好，这个是税收之外，这都不讲。我们本来是要讲保险制，因为健保是保险制啊。那本来的规划呢，保险制呢70%几的民众是接受的，要交保费
大家也接受了，因为我们有这公保、劳保、农保、全民健保，大家都要交保费，我们的保费的收缴率，健保的保收缴率是多少？你知道吗？民众的部分跟雇主的部分90%几。我在规划全民健保的时候，到日本去访问，听到他们有90%，快到80%几，快到90%的收缴率，我们非常佩服日本。哎呀，日本人最守规矩的，就我们比他还守规矩。我们谁不守规矩呀？县市政府不强，欠费，政府欠我们健保一屁股债啊。对，那么这个保险制大家也都同意了，保险大概要交健保的1/5的钱，但是一夕之间呢，改成税收制。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改成税收制啊？那工商界非常的赞成改成税收制。那税收制用遗赠税跟这个那个什么税啊？没有营业税，遗赠税跟房地产的那个税，那个是不稳定的啊，不太稳定的。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为什么它改成这个用一般税收用这个不用这个保险制？有没有人知道？雇主都很欢迎，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全民健保啊，如果是有雇主的，雇主要出70%，你自己要出30%。如果没有雇主的，像职业工人，就是开计程车的啦，卖便当的啦，自己负担60%，政府负担40%。我们农夫呢，政府当作雇主负担70%。那如果改成税收制的话，雇主就不要出钱。这是我的小人之心替大家说。所以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这个你们看看就好了。我们将来就是，我们现在每年要减少178,000个这个就业人口。当然，你因为讲，也许 AI， 也许机器人可以弥补一个部分。可是问题是 ，AI 跟机器人呢，可能多数是掌握在外国手里的，它可能进展比较慢啊，也许有。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平均退休年龄是57.8岁，都比别的国家呢早退休。所以呢，我们现在进入劳动市场都往后延，然后退休又早，所以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他退休以后的时间，比他工作时候的年限还长，对他们来讲也许很幸福，可是社会的负担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喽，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张忠谋看齐。他是人家56岁退休，他56岁创业，对不对？那工作到86岁，明年87岁他要退休。各位院长、副校长，我们要向张忠谋看齐。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我再讲一个，我是高龄政策与产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全省的调查。你相信我在调查做得不错，因为我在美国呢，跟 Kish 呢学了 Survey Sampling， 跟 Survey， 我的成绩比那个做台湾做那个盖洛普的那个谁啊，丁廷宇，我的成绩比他好。我们发现呢，台湾呢，55岁退休，反正55岁退休，55岁到65岁的人呢，希望能够再工作人呢，70%。65到75的，还有一半的人希望工作，但他希望工作时间少一点，有弹性一点，薪水少一点没有关系。那等等我有机会再讲。有工作是代表自己是有用的，是有尊严的，还有很重要是他有很多的 social interaction， 就他有得到很多的 social support。最近呢，一个很有名的研究是哈佛大学 release 出来的。他说呢，我们有一半的健康呢，决定的是我们的生活的模式，我们怎么生活。那其中另外有20几啊是遗传，有20几呢是我们的环境，还有15%呢是遗传。那这个50%的这个生活的模式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运动，不是饮食，
是你有没有很多的社会互动，你有没有朋友，有没有家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啊， loneliness 孤寂是健康第一号杀手。所以以后我们举个俱乐部，每个礼拜大家抬杠啊，骂人或被骂都可以。我们当过兵嘛，我们在你们这几位都当过兵嘛。我们当兵最怕的惩罚是什么？关禁闭，这大家都讲过了，就是不是罚你什么伏地挺身啊，罚你不吃饭啊，就罚你一个人关起来关一个礼拜。我们陈前总统啊，但是他关的地方不错，那环境还不错嘛，可是他就孤寂啊，孤寂他健康。我跟你讲，柯P是乱讲话，他真的是身体，这个放出来以后就变好，这一定的，这本来就是。我没有我对他没有不能而不敬哦。就说一个人就如果他被人家啊、哦，所以以前那个谁的歌啊，是谁的歌，叫做寂寞让人憔悴，对不对？就算有人听了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要去爱一场。所以人就是要爱跟被爱啊。所以你没有人可以爱，就是爱狗啊，爱猫啊，就是这样的。我自己现在有养狗，现在是狗奴才。但是狗最会欺骗人的感情，所以我以前一出去啊，我不知道你们养狗的，就常常遇到人家就看到我的狗很可爱啊，就跟我聊天啊。他说我发誓这辈子绝对不养狗。我说怎么回事啊？因为我狗走了，我受不了。我想在座一定有人这种经验，受不了，所以才有狗旅馆啊，什么狗游泳池啊，等等啊，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不像我这样倒霉啊，就是我女儿养了狗，她到屏东去照顾原住民去了，知道狗我来照顾她，所以我女儿很得意，你看我这么好照顾原住民的，我说胡说八道，是因为我照顾你的狗，所以你才可以照顾原住民。好，那么我们未来的十年怎么办？好、哦，怎么在创造台湾的奇迹？但是呢，我要讲的，刚讲的都是好像很 absurd， 好像很差劲的。但是呢，总有办法，好吧？听我讲了，好，这个我们退休以后，通常二三十年的时光，我随便讲一个，大家都享受台湾不错的医疗，哦，这个台湾的健保有没有缺点呢？太烂了，缺点太多了。但是啊，你知道全世界要找到一个比台湾好的，好像找也找不到，对不对？台湾最烂，但是比我们好的没有。不是，你告诉我哪个比我们好，对不对？美国觉得没有好。哎，在座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婴儿死亡率是比美国低的。你们知道？你猜猜，我们的孕产妇死亡率是比美国低的。不问寡不问君呢，患不均呢？为什么？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奥巴马 care 还是很多妇女没有去民间保，生孩子要好几万美金呢。台湾孕产妇产前检查十次，要不要交钱啊？不要，只有挂号费，没有不负担的。生孩子也一样。所以呢，我要讲个冷笑话，我就想讲冷笑话。我们台湾一年生20万个孩子不到，我们的婴儿死亡率是10万分之5不到。所以呢，我们每年呢，因为怀孕有关、生产、怀孕、打胎等等等等的死亡，大概10个指头，不信你查一查，卫福部的统计，10个指头。我们今天过马路，女生的意外死亡超过10个。我们一年女性的意外死亡是4000个，所以一天超过10个。所以我的冷笑话是，请大家各位女生多多生小孩，过马路务必小心。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台湾的医疗是很普遍的。那美国呢，有一部分的女生得到最好最昂贵的照顾，可是她到了边际效用递减，因为人最后还是死掉的，花再多钱也没有用。我们是几乎让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很好的照顾，对不对？现在不是天天打 H1， 现在流感的疫苗都不要钱嘛？啊，我觉得我还是被天龙国欺负了，因为我是新北市，台北市哦，
65岁以上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是不要钱的。我那天到新店去过卫生所去，他说你不行，你再过4年，你现在没有75岁，所以是被天龙国欺负。好，好，那么其实呢，我们呢，这个所谓的老人呐、他的这个生理的状态啊，是一个很宽广的，我们叫 spectrum， 就是从什么70岁、80岁后空翻，一直到躺在床上，这个全身插满管子，这个是非常广的。所以呢，这个你可以从健康到亚健康，到失能，到最后躺在那里。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政府啊，当然对社会的冲击很大，所以都在这一块。可是这一块呢，怎么办呢？我觉得这就是我那个协会啊，他们要我当理事长，那么最主要做的，怎么让大家都快乐啊？可以怎么样？这个跟他讲这是假的啊。好，最根本的方法是延长健康的岁月。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延长健康的岁月。这个我常常有外国朋友来，我就以前就带他到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因为那时候部委首长都住在那个对面那个官邸，你去过知道啊。后来呢，我就带他，我在雾峰的时候呢，他到亚洲大学来看我，我就到省议会以前的省议会那边看，他说台湾健康促进做得太好了，我们所有国家跟你学习，有什么打探底圈啊、慢跑啊。我说你错了，你们看他们的头。对了，看头，没有一个黑头发。所以我们现在年纪大了都知道要运动，可是年轻的时候都不运动。我们台湾所有亚洲国家里面是最不运动的。我要不要讲点题外话？每天看到学生啊，8点的课都不敢开，去开课，学生从那边宿舍，你们清华大学绝对不是这样啊。从宿舍呢，哦，9点的时候拿一个三明治，拿一个那个什么奶茶，从那边走过来，每个人都低头上气的，像打败仗一样。然后上课的时候呢，就开始睡觉。到中午的时候呢，精神就好了。下午4、5点呢，就准备晚上去哪里夜游啊、烤肉啊。然后到1、2点的时候呢，上网，对不对？在网上聊天这样。所以有时候自己觉得上课的时候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后来我释怀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福的，当教授很幸福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美国很多的学生，对不对？跟老师过意不去，就拿着机关枪嘣嘣嘣嘣嘣嘣，每天校园都有这样子。那我们台湾是很幸福啊，对不对？哦，我刚刚还要讲一个台湾很幸福的东西。所以任何事情，有时候成功是挑战的开始。但是不要让它变成失败的开始。你知道台湾人哪一点幸福啊？国际上评比，台湾是从旅客来评比，台湾是全世界第二安全的国家，很幸福吧？对不对？如果我们以前到美国，现在纽约也改了，我们以前去纽约坐地铁，都抱着紧紧的，然后怎么开始不哪个人要开始拿刀子来捅我，对不对？你看我们台湾当然有政捷事件，可是现在哪一个人在这个节日上面都是在看手机啊？有没有人东张西望说随便拿刀子来捅？真是太幸福了啊！所以每个事情都有好有坏啊。好，那个我们呢，整个政策是这样子啊。我们以前呢是说要家庭计划，对不对？两个恰恰好，那是我第一个工作。民国57年，半个世纪以前。好，现在呢，未来要人口减少的经济政策，核心理念是达到人口成长富裕繁荣的国家。我们要适应人口减少，高龄友善、成熟富足的国家。我们的关注焦点是要建构基础建设、教育设施、城市开发、大型土木。未来呢，创造公平、开放、包容的社会，让民众感到富裕以及希望的政策，消除对未来的不安全感。我们现在很多人
不管年轻的老的，对未来有个，包括因为对面有一个共匪，对不对？我们有不安全感。所以呢，可是、哦、我刚讲过了，我们是哦，死也不肯悔改，对不对？刚讲那些事情，早就知道了。你去把这个20年的报纸拿出来，多少学者写说将来人口减少了，对不对？大学会没有人念了，可是还要拼命盖多大学，对不对？盖清华是要的，一县市一国立大学，这是荒谬的。可是你写了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短期有利益，我们不看长期的。台湾是一个不，我们是那种移民，然后是种流浪，还有很拼搏的那种精神，就拼今天不拼明天。我们那时候多少人写文章说，你去看看，那时候交通专家不是我，说屏东机场是不要盖的，现在最好的职位就是屏东机场的主任，因为从来不停飞机的。还有一个垦丁机场，又叫又名的恒春机场，你 Google 一下，那个大楼还有照片，对不对？那个最爽的工作有没有用？没有用。你想看，我们将来人都减少了，我们还要盖很多的轨道。我觉得应该是盖什么呢？那个，我有一阵子在柳营七美当执行长，我当了3年半执行长。我们最重要的是偏乡要有公车，要有客运，那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哦，我个人觉得我们要除了国民党以前胡作非为要转型正义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转型正义。那把台湾的教育搞成这个样子，那爸爸妈妈花很多钱去交学费，我们很多人就花了4年去念大学，结果出来呢是这个下场。所以是不是要转型正义那些人要负责，对不对？我们台湾有个人写说台湾有多少文字馆，他出了第一本书大卖以后，最后出了4本。你看我们花了多少钱去盖文字馆，要不要追究一下，转型正义一下，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要转型正义啊。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立委真是太逊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写过一篇文章，10个立委8个混蛋。那有人路人甲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个全部混蛋？我说不能写，我写10个立委8个混蛋，如果你来骂我告我，你就是混蛋嘛。我还有2个好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我如果是国民党立委啊，我是说这个前瞻计划1毛钱不减，你要加多少对不对？但是要讲好，如果将来有100亿，就是根据那个写那个文字馆那个人的定义啊，什么叫文字馆？如果有超过100亿，那些原来这个支持设计这个前瞻8800亿的人，切腹自杀。还有那时候主张的政党，20年不能选总统，这样好不好？那这样最简单了，不是吗？好像是你要不要承诺，那就钱都给你，好吧？也不要省啊，省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好的指标。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白皮书啦，高龄社会白皮书，是就是说要以前这不讲得好听吗？为年轻人找出，为企业找机会，为老年人找依靠。然后呢，高龄社会有个白皮书，鼓励大专院校释出更多招生名额给弱势学生，这我们做到了。重视学业辅导也做了，发挥教育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问题是我们今天社会阶层没有流动，我们以前的时候成功就是我们社会阶层有流动。我们现在的统计最清楚了，台大的学生是90%住在哪里啊？新义计划区、中正区，还有什么区啊？新义区、大安区，就这样，没有社会流动，很少。当然有翻新计划了，总算弥补一点。翻新计划是对的啊。那清华大学的学生呢？你明白说统计是从哪来的？大概也差不多。好，所以呢，我们要创造友善、活跃的高龄社会。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到了70岁以上，
到65岁到70岁，失能就进入上升。我刚讲过了，要到85岁以上啊，那就是高度的失能风险。好，这讲几个不好听的故事啊，就从这里到现在，几乎每个月甚至每个礼拜都有。哦，这个很多同学可能忘记了，他把他的太太用这个这个罗氏旗帜把它结束了。那再接下来呢，很多很多案子，我就不想秀出来了。那我最觉得很悲痛的就是有一个孝子在高雄，他太累了，照顾他妈妈太累了，所以我很幸运啊，我妈妈也很幸运，我还有能力照顾他。掏钱还有点钱，对不对啊？他把他的妈妈掐死。这我现在最早可以秀10个，我不要秀那么多，因为我们要愉快啊。他呢，这些人呢，只有两种，一种是自杀。两个礼拜前，有个国中老师，他照顾他妈妈受不了，他烧炭。啊，那么这个。他把他妈妈掐死了，他就马上去投案。这些人要么是投案，要么是自杀，只有两种，没有人躲起来。他姐姐去看他，就抱着这个弟弟啊，弟弟是照顾妈妈的，姐姐家人在别的地方。他姐姐抱着他，没有一句责备他，责备他弟弟。他说：“弟弟，你辛苦了。”真是令人唏嘘啊！所以现在还有。每个礼拜都有这种个案，现在报纸都不快报了。就是照顾者，你们相信你们有家里人有自己需要照顾的。我们刚讲过，我们有80万个人需要照顾的。我们呢，请了25万个外劳，看护工，就是不是打工的，是看护工。那这个是家里还有办法的，所以不是只有都市哦，你到。乡下去，你到柳营去，你到凤山去，就是有外劳推着，他可能卖房子卖田，对不对？那剩下有10几万人是现在政府照顾的，所以呢，还有将近这个快有40-50万是家里在照顾的。那这个台北市卫生局做了一个好事哦。现在很多的这个妈妈、爸爸、老人家是住在4楼或5楼，没有电梯，他根本下不来。现在台北市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就把医师、护士、社工跟那个电脑跟那个超音波带到他家里去，他们现在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好，那这个王老先生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不判我死刑？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制度杀人，制度杀人。好，这个孝子热母我就不说了啊，就跳过去好了。好，那问题是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并没有想办法做成功的老人。那日本的这个国民年金制度比我们还好，比我们还早。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最近有一本书很有名。对不对？下流老人，下流不是像我这样的老师，看喜欢看美女的，张头鼠目啊，不是这种，是就是穷的老人。这个有人喜欢看那个高楼大厦啊，什么开着名车啊，跑车啊。我最喜欢看，不是喜欢的、啊，因为我的训练的关系，我最常看到是街道上这个驼着背。推了一个简单的车子，上面都是资源回收的。我看到是这个，对不起，这是我职业病，我有病。我就看到觉得，你到台北车站啊、哦，那个流浪的，还有到那个万华那个通山寺，对不对？好，我们能不能做一点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各位。你们还有我40年、50年、60年的朋友，可能要早点打算。好，日本人是这样讲：说政府养不起，家人也养不起，
那你自己也养不起。那位先生呢？叫什么名字啊？昨天还在记得他名字。他现在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两代共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台湾也是一样啊，追随日本，现在越来越没有典型的这个工作。这一期的原件上面就写，说我们台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这个就是做这个随机做临时工了。或者派遣嘛，那他们做派遣，日本也是一样啊，比我们严重啊。到了40几岁、50岁的时候，失业了，身体也不好了。可是65岁才领年金呢、啊，那怎么办呢？回到家里去跟爸爸妈妈住，爸爸妈妈有年金，可是爸爸妈妈年金还要给儿子、女儿，那两代就一起垮掉。日本现在最近的。报纸，它有900个村，他们的村就等我们的乡啊，叫木兰，全部废村，那面积跟北海道一样大。日本现在有很多的房子没人要，因为现在因为要奥运嘛，勉强来维持那个价钱。那除了东京以外的地方，很多房子没有人要继承，为什么？因为继承的话要缴税，要缴什么那个水电啊什么的，好。那我们台北市淡黄区一定还不错，新竹工业区还不错。那我在雾峰街上，以前是省议会嘛，离雾峰街上大概1公里以外的空房子很多，另外买连土地是建地哦，在马路边啊，20几平有水有电，是合法的房子，卖210万。好，这个能不能开启负担？不能开启就算了。能不能开？不能开啊！这是我们做的，我们要让我们这个会啊，做什么呢？这就是姐姐，都是60岁以上。那个 paper 是郭台铭给我的。你看多健康啊，我们就让它健康促进。他们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展览，就是叫做亲爱的我老了。在哪里呢？在跟教育部跟卫生部一起做的。那个人是马英九，是去年这个520之前我们的展览啊。后来是在高雄的科学公益馆，都是跟教育部跟卫生部合作的。我们展览什么呢？展览我们的 Aging Society， 我们的老化的社会是什么，然后让不同的世代人去了解我们未来的人口老化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还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们跟教育部的体育署，我们有一套设施，你站上去单脚站多久就可以测出你的生理年龄，还有包括握东西有几样东西啊，所以很好玩啊。我们有很多老人来，有很多年轻人来啊。这个做这个展览啊，那我们这些人都是导览员，我们的展览是展览，不是展览很多具象的东西，我们还展览人，就把这些成功老化人展览给大家。你要知道台湾非常有趣哦，我们有50000个医师。西医师，可是呢，我们医院里面职工超过50000个。如果没有这50000个职工，我们的全民健保不是这个样子。这50000个人对 GDP 的贡献不知道。我们全台湾有50万职工，但有的职工是年轻的，有的是为了应付这个学校的需要。但是真正老老实实做义工的人最少30万，这个对 GDP 贡献很大。好，我还有多久？8点，我还有8个钟头，20分钟，好，20分钟，好，教书教了40年了，喜欢讲课，一讲就没完没了。好，不过我一定会准时下课，放心好了。讲个笑话，有一个教授叫吴凯勋教授，他也在亚大教书，他是跟我一起规划全民健保的，他呢。人家下午1点钟有课，他到12点还不下课，到12点半还不下课。
从来没有人敢敲他的门，只有我敢敲他的门，乌拉乌拉下课了，所以学生爱我爱得不得了。好，这个我相信在座的都有让座给人家过，对不对？有人怀孕啊，身体不好啊，老人家了、啊，你们也都捐过钱，没有捐过钱的请举手。大概真的以为不敢举手。好，啊，这个你们每次做一件好事哦，有没有愉悦的感觉？微微莫名的愉悦的感觉，有，对不对？为什么？这个让人运动以后呢，多巴胺，我们叫脑啡啦，是让人愉快的这个最安全的一种吗啡，叫脑啡 ，dopamine。什么样的情形会分泌最多呢？运动会、美食会、谈恋爱会。不谈恋爱有时候很痛苦，但是呢，跟各位报告，帮助别人呢，是那个脑啡的分泌，这是 evidence base， 你去找所有的文献，是最容易让人家愉悦的。为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助人为快乐之本，绝对不是老师教的，也不是什么讲功夫说八道，不要理他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物种里面，就是人类最会互相帮助的，最会分工的。所以你什么都不会做，只做一件事，你享受所有的电啊、电灯啊、冷气啊，这么好的椅子啊，这个有手机啊，跟你做一件事，我们是最高度分工的，最互相帮忙的。所以是孟子讲的吧？说。人力己力，人机己机，是孟子讲的，对不对？这句话好像是利他的，对不对？别的孩子掉到水里面去，就等于你呢掉到海里面去。这个别人肚子饿，就像你肚子饿一样，你肚子饿一样，慢慢都会去吃，对不对？可是这句话你要反过来看看，就我的孩子掉到井里面去，不是跟你孩子掉到井里面去一样吗？你的孩子掉到井里面去干嘛？救他。对不对？我肚子饿就跟你肚子饿一样，所以你说你肚子饿怎么办？把馒头给我吃啊！所以利他跟利己是一体的。最大的知识是什么？就是你的我是什么？我每次跟同学讲，你的我多大？你的我越大的人，就是越有成就，越了不起，越幸福的人。你的爸爸妈妈他的我就是他自己嘛。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的我就是他自己的话，在座的很多同学不会长那么大，多少爸爸妈妈为了子女，他可以牺牲多少，连动物都是这样，所以才有你啊！有没有爸爸妈妈把儿子干掉？有啊，那少数的，所以他的基因就不会遗传下去了，对不对？一个市长要把所有的市民都当作我，我们的校长、我们的院长把所有的院里面的老师跟同学都是我，所以他的院会发展得很好。如果这个院他的我就是。庄院长一个人，这个月一定很烂，对不对？所以一个总统要把所有的台湾的老百姓都当作我，所以 Teresa 很厉害啊，他把所有人类都当作我，他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维持到最低限。所以问题是我的帮嘴，就是这个范畴有多大？你去想一想，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给人家，自己都活不下去。我们也不可能只有我管自己，这就看你的。雄心壮志有多大？我认为最笨的人就是郭台铭，他每天花200万，大概花不完，对不对？一天花200万也花不完，所以他现在赚的钱都给谁花？给别人花，对不对？所以这个圣严法师讲得很好啊，如果死的时候还剩下很多钱，是个笨蛋，对不对？可是还活着钱花光了，那也是个笨蛋。好，好，那怎么又反了？再往下哈，台湾绝对是会有更多的下流老人。那就是说，我们制度上面要不要互相帮忙？还是说他自己想办法？那在座的这前面这几位，包括我在内，我们是很幸福的。
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努力，运气也比较好，这个时代比较好。可是现在二三十岁人呢，就麻烦了，很多人要西进南进，对不对？啊，在台湾呢也很困难，对不对？现在博士学位很多找不到工作，啊，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博士，所以博士都是保，对不对？啊，我刚刚跟庄院长报告说，如果我今天从美国拿个博士学位来，我能被提案，也不肯让我去规划去民间保啊。好，那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好，这个没有就算了，本来还有影片呢，就没有时间了。你可以这样老，也可以这样老，这你自己可以。有一部分是遗传，有一部分是我们的环境不好，PM2.5 等等等等，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掌握在你手里的。现在就要准备，好吧？啊，好。这个我们除了长照保险，更要推动国药老化。那我们国药老化是谁来做啊？我们叫国民健康署，以前卫生署的时候叫国民健康局。我们一年的健保费呢是6000亿，那我们国民健康署在推动呢国药老化。哦，那你们知道它一年预算有多少吗？大概3亿，因为国民健康署绝大部分预算在做癌筛、癌症筛检。所以呢，太好，我们民间的活力很大。我们民间像红道基金会办不老骑士，很高兴他的执行长是原来我的执行长，还有老吾老基金会，我原来是董事长，很多就太多民间团体，有很多是地方的，就办了非常多的关怀据点，还有很多这种这个地方上自己组成的，早上打太极拳啊，跳什么什么广场舞啊，什么什么交际舞啊，等等等等啊，练瑜伽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将来政府要出一点力气，来鼓励也好，促进也好。因为刚刚讲了，孤寂是造成失智、造成身体衰败最大的原因。所以，那些自杀的或者把自己照顾亲人都杀掉的，如果你有知道亲戚、朋友、邻居是这样的话，啊，最好是什么？能够让他出来参加这些打象棋啊、唱歌啊，这个开始骂国民党啊，或骂民进党都可以啊，活跃他的大脑。不然的话，我们想办法联络社工、社会局。我们不要一直在这个发生这样的事件，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事件呢，对很多人、对社会，大家觉得未来好像没有希望啊。我们希望大家有希望。我们那时候笨笨的活，就是觉得有希望。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打破这个印象，是丑陋的、衰弱的、无用的、依赖的、悲惨的，要变成美丽的、活跃的、干练的、贡献的、快乐的。所以我们这个会现在要在想办法，我们做完了研究，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中高年的人能够再就业，我们要帮助企业家企业，因为现在人力不够了，怎么样让这些企业自己有一点转变，说不要，现在企业很愿意收这个退休的人，但他要他一个礼拜做40小时，那你为什么不能20小时？像德国的 BMW， 像美国的大学，它是逐步退休的，就分几年让你慢慢退休，让你适应，对不对？因为我自己观察过一些大官，他退休以后真的活不下去了，他不会坐捷运，他不会买高铁票，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唯一能做叫老婆写个，你们都知道这个冷笑话，写个菜单让他批，不然怎么办？家里有个大办公桌，所以那一次我们那个展览呢，就很多这个父母亲带着阿公阿妈啊来参观，然后来说我们怎么样活跃老化，我们说好。他刚刚讲过了，只有16需要长期照顾，好。所以呢，我们这个都是产业，将来很多的同学会做这个产业。我顺便讲一个，我们现在台湾应该有190万户是没有电梯的，你想看？
它的不能上不能下。我们很多的房子需要 remodel， 我们跟一个叫做通用设计的，就是有的房子啊，比方说浴室是没有那个门挡的，为什么？他把做的时候就做个斜坡，所以根本关门就不需要那个，而且呢，就是你将来不要 remodel 就可以，你私人的都可以用，叫通用设计。我们跟他合作以后呢，我们就慢慢推广给这个房仲跟这个建商。我跟你讲，光是要把屋子里面 remodel 就是一个很大的 business， 我们的辅具就是很大的 business。等等，我尽快修几张，然后就时间到了，请各位给我指教啊！这个太多可以学习啊！我这个亚洲大学，我说说我七十多岁了，不要再给我，因为那时候我对学校年轻老师很不起，因为我一个人薪水可以请三个助理教授，所以我坚持我要退休。好，那但是退休以后他还要教一门课，那我刚跟庄院长报告过了。我有一个学生年纪不小了，你们才几岁？83岁。他还说他4年内要把博士念完，他比我大12岁。我只好叫他姐姐，同学们都叫他阿姨。好，我顺便看看啊，这个是我真没时间讲了啊。我自己现在养牛，不是我养，我买牛跟那个垦丁的农畜所，所以那个公斤价格，我买了断奶的牛，我们他有20万公顷的休闲的农地，他长很多草，我把牛给他，因为我小的时候都是黄牛，现在黄牛都要绝种了，那他牛养大了卖掉，赚的钱是他的，他只要再把那个养牛的钱，那个买小牛的钱还我就好了，所以我将来我是。如果继续推广下去的话，我有一天也许我活得够久，我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养牛户。好，那这个我小姐啊，这个刚刚讲过了，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所以将来很多同学可能是做这个生意的啊。这个我们呢，在很多地方，我这个 PPT 你们上面抄好了啊，这个台湾都在。很多国家前面，台湾在很多国家，台湾在这里，日本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做得好，还可以把它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因为我们领先，哪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吧？好，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银发服务，现在还有一种，就是你打个电话，我们有受过训练的人啊，1小时400块，有这个生意，就陪你聊天，就像你到了。九郎区一样。好，热林产业 next big thing， 好吧？我们除了这个年金啊、健保负担加重以外，这个家庭结构失衡、虐老弃幼的问题，我们说老人家请了个外劳，结果被虐待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呢，现在我们最主要是什么？让那个民国30几年、40几年生的人。把钱掏出来，因为他们是最有钱的时代，所以我在当署长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居然他们交不起健保费，可是我不能帮他，为什么不能帮他？他台北是一个房子，你说几千万啊，所以我们就说逆向这个mortgage， 就是以房养老。那刚刚讲的时候，江宜桦这个很保守，现在有10家银行在做，我的房子2000万，我卖了还是要租房子。我卖了，我儿子儿女还跟我分钱，那怎么办呢？我就是这个房子押给银行，你每个月给我3万5万花，那这个钱就出来了，对不对？我干嘛守着房子啊？这个钱就出来了，对不对？好，这个呢，我们可以，我们叫做白色商机，银发这个商机。好，开大学、旅游，现在那个最有名的那家旅行社叫雄狮。他专门被办老人的旅游，啊、哦，这个但是比较贵，还有有护理师陪着去。我今年到宁夏去华沙，很高的5-6层楼高。他说
这个五十五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不准滑。他问我几岁，我说我今年54岁，我就滑下去了。但是呢，掉了那个缆，那个缆绳啊，这样就是下面是空的啊，就一个勾勾这样，要过黄河，他就不让我，他说你要拿证件的。结果呢，我们那团呢只有一个人不到65岁。我们早上8点钟不到出门，回去常常很晚。我们最长的那一天走15公里，最短的那一天呢走10公里，没有人跟我多对。哎，正好那团也是一个83岁的，跟我们一起，好厉害。所以这个就是旅游，对不对？好，要有朋友什么的。还有呢，这个我最讨厌的一个人叫做朱熹，我喜欢郑板桥。朱熹说：“24小，世界四大。”所以我50岁的时候就跟我老婆讲：“我说我要买保险啊，如果我走了呢，赶快拿这个理赔金啊，赶快买嫁妆再嫁。”这现在他也70岁了，再嫁没有了。好，我们那个展览里面就有一个80、90岁的人，那么就通过网络啊，结伴啊。那为什么说我喜欢郑板桥呢？郑板桥他有一句话叫做“月下深桥门，嫁嫁嫁”，就是。这个有个尼姑跟和尚谈恋爱，那个半夜啊，这个和尚就跑到尼姑院去敲门，就被人家抓到了，送到郑板桥县太爷那里去。啊，说这个伤风败俗，郑板桥就说：“哎，男欢女爱很好啊，合乎人性啊。”就写着“月下深桥门”，深就是和尚嘛，啊，僧女嘛，嫁嫁嫁，你看都有人性。这个五大趋势啊，善用高科技，这个你们自己看看就好了。有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要帮助这个年纪大人啊，怎么用这个山西的产品啊，懂得通知自己。刚讲过了啊，通知自己该吃就吃，梨温多，但是联谊，长青联谊这是很好的，你们可以将来办联谊社啊，这个年轻人帮忙办联谊社是很好的，真的，你们将来可以找这个做这个工作。在地养老，这是最重要的。好，重视健康。现在呢，我们台湾呢，很可怕。我们一年吃掉的安眠药是3亿3000万颗，每年增加1000多万颗。所以我们吃安眠药可以从台湾头排到台湾尾，每年增加一个学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我们现在找到一些东西，可以让老人家可以啊。那么这个是日本啊，大家看看，这个店我去了，这我照了相，一条街专门服务老人，啊，在朝阳，好，这个呢是很厉害的，我们可以买外送披萨，为什么不能外送？所以他们这个是非常赚钱的一个公司，就是专门做老人的餐饮，而且可以外送，他也办餐厅，他的肉。比如说牛肉很硬，对不对？他把它打碎了，再做成原来的牛肉。好，那你想看我去餐厅啊，常常被人家排斥，但是后来有人认得我，就不排斥了。为什么？我一个人，他那个一个桌子有4个人，所以一个人他不太欢迎，对不对？哦，自助餐当然都可以，一个人可以。那可是我想吃餐厅啊，对不对？他这家餐厅就是。专门说好，你一个人也可以欢迎来做，所以以后你看你的餐厅一定要4个人、8个人坐一桌，你就没有生意了，因为都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这个地方我去参观了啊，这个而且呢，他们这个这个上的菜单，这是我照了相啊，有一个更有趣的啊，有一个。疗养院不是安养，就是长照的机构。一进去呢，走廊没有扶手。我说：“哎，这个完全违规啊！”他说：“我跟日本的厚生省，我那个警长，我跟厚生省打了1年半的官司，我打赢了。我2楼起都有扶手，我1楼就没有扶手。为什么？我要让每个进来老人是走进来的。”那、怎么走进来？但要用很多的人力帮忙他。他们洗澡是要一般的澡盆，不用那个洗澡机，因为要尊严，老人要尊严啊，但要更多人力。
不用尿布，不用轮椅，不用插管，不用特殊浴，特殊浴就是像水饺那样的，好，活着还有尊严，要受宠爱，好，这个地方我也去了，是老人百货公司。第一个，我们谈的卖场，你如果家里开大卖场，赶快改，因为我的卖场怎么样？前面走一大段路，我跟我老婆不去卖场，走一大段路都不是我要买的。进入要买东西的地方，价格很高，吃很小，没有椅子坐，也没有什么服务的人，所以他们就有专门的百货公司跟超市。啊，哎，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吗？这是回去买给宠物的，都是给宠物吃的，因为老人都养宠物。你看，爱全用啊，这跳过去，这个呢里面，这是我找的这个，哎，就是要这个。有很多的活动，他也有了啊，这个巡回车是吧？哎，这个，你看，半根萝卜，四分之一个白菜，三片肉，所以你想象不到台湾居然有一天一根香蕉可以卖17块 ，seven 对不对？可是 seven 太小了，不能够放这么多东西，所以他们有专门的店在邻居，看起来比较贵。可是其实比较便宜，因为我到超市去买大包装，结果呢吃不完反而浪费，对不对？你有这种感觉吗？好，所以呢，所以我跟那个全联讲过，全联可是那个店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将来要做这种店，啊，买两个鸡蛋那样，好，这很多国家都有很多的例子啊，很多例子，他们这个这上次他们来了，这是美国的 AARP， 就是老人的这个。退休年们，最近才来啊，我们交流这样，啊，那荷兰做得很好，最近有提到台湾，有提到这个所谓的跨龄共居，啊，跨龄共居就是不要一堆老人住在一起，不要自己经理人在一起，有老人，那我是很幸福的，我有两次跨龄居住，一次是我跟一个退休的，他的 Miss Cherry， 我的小大舅子听到我跟一个 Miss Cherry 住在一起，他马上从温哥华开车来看我，替我老婆来监督一下，你看完以后就很放心了，啊。我有两次，所以我那时候很幸福啊，我没有洗过袜子，没有洗过内裤，我男人的内裤都是那个 Miss Cherry 帮我洗的，但是我帮他做很多事情。啊，就是大家互换，所以他的房租收的比较低一点，这样子。我有两次共居的跨年共居的经验啊，因为那时候我才30岁嘛，对不对？好，那要就结束了啊。我们有老人，我们有健身房，为什么不能有老人健身房？你现在开一定赚钱。我们有儿童乐园，为什么不能有老人乐园？别的国家有啊，开个老人乐园，对不对？哎，附小吧。退休的时候去干这个，啊，运动厨房等等，好，啊，这是美国，这是英国的，好，啊，台湾可以做很多事情，好吧，啊，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协会，好，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已经8:30了，啊，所有的危机，所有的成功是挑战的开始，挑战没有去应对它，就是这个。失败的开始，我们台湾现在正在转了一点，是要往接受挑战、往成功的方向呢，还是要往是成？因为成功嘛，我公共卫生做得很好，健保做得很好，对不对？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整个的产业的结构、政府的政策，又让我们少子化、高龄化，让我们很多的政策不能永续。好，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创造了很大的一个商机。那刚刚如果有觉得讲错了，有挑战，请大家给我指教，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杨处长。那我们接下来是Q&A 的时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署长准备了很多的内容，有些可能时间关系跳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再继续跟署长挖宝。所以，那边要提问。
任何问题都可以，但是我不会的我不会答。比方说问我什么时候第一次谈恋爱，不是没办法的，我不会回答。有没有？老师也可以，社会贤达也可以，没有没有的话我就可以走了。同学的机会哦。好，请。喂，好，杨博士你好，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好我身边，我的外祖母跟外祖父，目前之前大约有近有很长的时间由我的一位舅舅负责照顾，那近年呢，因为我妈妈也退休了，所以他要就有机会去帮忙分担一些工作。那就我观察来说，刚刚暖气到这个肠道的部分，其实即便有两个人，目前有两个人分去分担这个时间，其实很辛苦，还是要说让照顾的人有社会互动，其实还是有困难度的，就是他们其实还是。至少就我观察到的部分来说，他们在照顾完之后其实是没有多余的力气去从事像是社交的活动，或者说他们没有这个，或者说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也是可以这样说的。那有没有？好，跟你报告一下，也许你的问题还没问完，但是我们原来的长照十年呢、啊，跟现在2.0都有一个项目，就叫做喘息服务。喘息服务就是说你照顾很累，对不对？你可能到时候受不了，或想不开，你可能好久没有看电影，可能没有很久没有上街，所以呢，就有一个制度，就是说我们用公众的力量，啊，养小孩要公众力量，养老也要公众力量，那么就替你呢这个照顾一段时间。让你可以去，可能几年内，就是上次原有啊，所以一年可以有10天或怎么样子啊。那么这个原来这个长照里面就有送餐，有居家护理、居家复健，就有这个辅具啊可是有时候政府吃人家豆腐了。原来10年长照的时候，最好的县市是变成100万。有的县市编了10万的年轻的辅具呢，还有家里的 remodel， 哦，就是重新的这个整建等等，项目是很多了哈。还有当然是生活照顾就是这个帮你这个独居的，就帮你整理房子啊，洗衣服啦、啊，这是一种啊。但最后一种就是住到机构去，本来这里面项目都有，那问题是现在简单一句话，没有钱。所以变成家里要负担很重，就是这样子。好，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还是希望啊，每一个生命都很可贵，所以我们尊重生命。假如你认为它是生命，那就继续照顾。但是我们希望生命不要痛苦。所以最后安宁照顾，就是说，如果两个以上的医师说这个死亡的进程，这个 progress 是在短期内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种叫做签署不再急救，啊，这个又有故事了，再耽误一分钟。在我当署长那一年，有一个桃园的立委叫做杨立环，他说癌末的人啊，要不要急救？我说浪费生命。当天晚上被骂得一塌糊涂，因为立委问你哦，你根本来不及回应的哦。我说是浪费生命，但是第二天，哇，所有的舆论都支持我。这个我们这个一个赖云亮就是专门做这个临终照顾的，还有一个成大的教授非常有名，他专门做长照的，叫做台湾安宁之母了哈，赵可士，他们全部都支持我，但是我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我说这是浪费生命。但是我们希望不要给他痛苦，那这样子我就赢了，就是我们避免痛苦。
我们那个福大人有没有？他是想要做安乐死，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安乐死，我们只是说不再急救而已。他以后的生存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痛苦是不可逆的，福大人就是说没有办法再逆转了。那我们有没有权利说我不要接受继续痛苦？我们最重要是不要人痛苦啊，不要人遗憾啊。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现在是所有国家里面临终照顾是亚洲第一名，第一名。因为像台北总院院长是我好朋友啊、哦，他原来在金山医院，他说那个很多是错的，就是最后的时候他不想吃，就不要给他吃。你说你给他饿死，他吃了很痛苦啊。他不想喝水，就不要给他喝水。我们尊重。那我对于这个那个创世基金会有点意见呢？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认为它是生命，身上插满了管子，你认为是生命，我们尊重，你就继续。但是我们看到不少的植物人，他的家里从来不去看，你懂我意思吗？他可能有另外的目的，比方说拿商业保险的保险金啊，怎么样，都不管的、啊。我们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啊，但有些人我们要尊重生命，但是生命不要 suffer， 不要痛苦。所以我很早就签了不再急救，我也签了这个捐赠。最近有两个人，一个是正言法师，一个是释正言法师。正言法师已经走了，他说你的身体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那慈济的他说你的生命，我刚讲身体，他讲生命你只有使用权，生命没有拥有权。所以他们很赞成这个，所以那个释正言法师说他做大体老师，你们知道我们医学里面这个大体老师的时候，你把身体捐出去当做这个医学生的，所以我们每年都要祭拜，对 感恩，有佛教仪式，有基督教仪式来感恩这些老师啊，是这样。好，所以这个你可以去跟社会局要求，应该有机会，就叫还叫做做这个喘息照顾。是我其实我有很确实感受到这样子的那个帮助，就是他们的确有时间是有是啊看护照顾的那个人员会来那个会来住宿。那不过主要问题不是在那老人呢，主要是问题是在原本照顾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像我刚刚说的，我的身体是原本长一段时间都是只能只有每天的生活就只有照顾我的外孙。所以那个喘息就是让他可以出去，这几天的时间让他可以不要照顾，这叫喘息服务，跟社会局申请。是我说的是他，那这样的话其实已经跟算是跟社会隔绝好一段时间，要在建立起社会，就是那个社会隔绝了，有点怎么讲，可能有困难的话，这个了解，所以咱还是继续要有亲戚朋友互动啊、哦，这个是自己要能够去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有什么？好，这位先生，好，好，来，是，好，那您好，来，我想请问一下，刚那个说那个弹性公司的问题，是，就是说，其实有点像高年级实习生对概念的、啊，就是高阶的人力部分，或是有些事务性的争取弹性公司。可是这部分哈、啊，我觉得有两个困难，就是说企业好像。可能是因为成本的关系，其实他或者说有一些营业秘密外流的关系，所以他并不倾向雇佣很多的这种人力，所以想请我们那个报告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告，对，就是我们有访问了500家还是5000家我忘了，企业主对于这个雇佣高龄者的这个想法，对。那其实呢，反过来啊、哦，老实讲，高龄者哦，反而比较有忠诚度。对不起啊、哦，对年轻朋友，对不起。第二个呢，他可以这个要求的待遇比较少，只是我们国家以往不习惯于
雇用退休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也一方面来办讲习，让企业说，如果你要雇用退休者，你应该要做什么调整啊？这就像那个人力银行一样。对，所以其实企业主现在观念可能还是转到，可是你企业主现在越雇不到人了、啊。我们每年减少那个18万个青壮年的呢，那个怎么办？所以他一定会调整。哎，好，刚刚还有哪一位？好，好，不好意思，我是想要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我是想要就被照顾者本身，因为刚刚杨局长有说到，就是可能会因为经济因素啊，或者说社会条件的制约啊。然后maybe 就是他的家人需要照顾，但是我自己就是有一位亲人，他是算是家里经济状况不错，因为一次意外中风，然后急救之后呢，老人家的身体就变得比较虚弱，因此有请就是有这个经济能力请了外劳，看护就是一直照顾。不过自从请了外劳之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老人家本身就开始慢慢有忧郁的倾向，甚至他表示都会有那种想要轻生，因为他会有一些，同时会有一些慢性病的伴侣。好，我讲啊，外劳需要不需要？需要，因为没办法。但是啊，我跟你报告一下，我每次跟我妈妈在一起啊，一定要跟她讲话，我每次要很大的耐心，因为她跟我讲的是第1001次。你有感觉吗？所以我也很担心哦，我跟我女儿在一起，我一直控制自己，一定要找一些新的话题。到时候我女儿跟我讲，你跟我讲101次了，怎么办？所以家人的互动还是要，而且想一些新鲜的东西，这是很需要的。好，你通通给外劳不可以，还是家人要，就是失智啊，还是要，就是他都不认识你了，还是要想办法找一些他觉得新鲜的事情。因为老人家本身就是不喜欢跟外界沟通，所以这样子就是相当于，所以我妈妈也不喜欢，可是我就想办法采鱼务亲嘛，育亲，记不记得采衣育亲，就是这样。你就打扮一下嘛，你知道吗？好，这到这等我这边啊。好，就是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要请问，就是在上一个礼拜说在台北有一个大型的7万多份的长者研究报告，是就我们做的，对然后那个在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就是长者会希望是有人为的照顾，对，但是有就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是想说，就其实台湾的优势就是在于比较高科技的发展，那想说那台湾的同时人又很少，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提供一个服务是可以让长者觉得很舒服，但是其实又有善用台湾优势的发展，不晓得。是，所以人工智慧机器人是会有相当程度的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可能要台湾应该有优势可以帮忙做，所以我为什么刚刚在你放那个 paper 就是这样啊，那个 paper 不是跳舞跳得跟很可爱吗？就你不能够跟人，最好是跟人互动，不能跟人互动怎么办？跟宠物互动，宠物也不能互动怎么办？跟机器人互动，我相信机器人将来可以说，我喜欢听邓丽君哪条歌，你唱给我听。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们这样一定做得到。在大陆已经有 paper 的海盗版，他们是一个小区，你知道，他们房就像香港一样，房子盖得很高，有没有？那底下有很大的空间，那小区里面呢，有时候是好几栋，那有一个办公室在那里，那你就跟那个 paper 讲海盗版。他不要钱放在家里，我想吃水饺，他就说那我们这附近呢有五花马，有那个叫什么，哎，那家叫什么煎饺的，啊，哦，七海游龙之类的，你要哪一家？好，然后他就问你啊，那你要吃几个？啊，什么肉的，是猪肉的还是牛肉的？啊，他就在那个小区里面有个办公室，他就帮你买，
但是大家要掐诀。好，所以你就是跟那个不是打个电话互动，你是跟他一个泥人的像人一样的互动这样。好，所以将来会不会那个医师就是周杰伦的样子，护士是林志玲的样子，还是蔡依林的样子，我不知道。哦，不过这个将来一定会替代相当人力，是，还有没有？其实在就是在上次那个研究报告指出，就是有说其实像台湾有高龄市场很多发挥空间，对，但其实上我自己也是在高龄产业在做，然后有发现到其实高龄产业有非常多的新的科技，但事实上有点接不到地气，不管是照顾者或是老人家，他们是没有办法接收到，或者甚至是接收到是不会使用。关于这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平台。台湾最大的有线网路叫做中嘉，中嘉本来很多人要买它，后来这个 NCC 说不可以买，好、哦，他这个说不可以买，所以我们跟他做了一个台湾唯一的一个针对高龄者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什么都有，不是只有说怎么照顾、怎么做运动，不是，是衣食住行娱乐都有，好、哦，所以呢我们想要做这个平台，那么。他是第一个专门为高龄者的节目，所以你去看看他。那这个中嘉说他可以做到这个，就像我们用手机去看电影一样，可以把它 repeat。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什么政论节目都可以再去把它找出来啊。那将来有更多，我相信这个是因为它有利润在，它是个产业。我相信一定有人想办法把这个 gap 把它弥补掉，只是希望有更多人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发展比较慢，日本发展比较快。那一年我去看辅具展，是我从早上去到下午还没有走完，因为什么？它大概是我们的展览馆的6倍还8倍大，我走不完啊、哦，所以这是很大的发展。那台湾一定有能力去。发展很好的辅具，因为这个辅具呢，一个是材料科学，一个是电子，一个是资讯，都要结合在一起。他们有一块布哦，卖日币4000块，就人躺上去哦，耐力，他这样一拉就可以把这个人移动了，很轻的，而且他做成一个手套，就很轻的可以插到你的背下面，可以来移动，所以。光是车辆啊，是给老人开的车跟载老人的车就100辆。你现在日本所有的有名字的车都有，那在台湾都看不到那种车，啊，所以很大的空间。也许你对这个有兴趣，你就这样可以发展，啊，好。刚刚你有麦克风的这位，好，你说，好，那边等等给他们三个，因为他已经麦克风就好，你说，请指教。其实刚才我刚才也是。就是想要问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想要做那个老人肠道这一块的新的投资进去。那但是就是说，其实通过杨壮提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老人需要的东西好像是比较衣食住行娱乐，从最健康的到你办个老人的乐园，我一定会捧场，我也想去，因为我童年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儿童乐园。OK， 是，所以我是想要，刚才是想要问说，到底老人的需求在，但比如说亚健康，健康的人是到底他真的有需求是哪些？在亚健康的时候，然后再来是在未来失智的部分。那其实未来失智的部分，在那个养护机构的情况，我们有琢磨一些，那可以提供一些一些他的一些器具，可以做一些量测。但是像亚健康或健康的人，到底他们需要的是哪些？关于失智哦，我们有很多的量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啊、哦。那你说亚健康等等等等，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国健署有一套东西，包括你有一条路你可以走过去，有东西可以握。现在是有我上次展览的时候就有设，那个整个成本也不贵，你可以设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社区里面常常不是有那种。运动器材嘛，我相信将来也许社区里面可以弄一个量测的，让大家量测，然后你自己运动以后你会改善。很多人适当的指导运动以后，你的体适能会改善的，
啊、哦，那我们就延缓他的失能，那你延缓失能，你就可以享受人生嘛，就可以跟我一样去滑沙，不是吗？虽然50岁不能滑，你就骗他一下嘛，还是给你滑，好吧？好，刚刚这边有几位，好。不要叫杨处长，我杨老师比较，我真的职业是教授。我是普通所的学生，然后现在我在上社会创业，然后想要关注老人这方面的议题，然后我们有到就是疗养院去探讨过。那我们是想要举办一个叫做“银发族达人社”中心，主要是想要解决就是老人他们对为生活没有重心。同时也希望就是他们社会上对老人的印象，还有就是疗养院就是可以对老人有就是更细心的照顾。那我们想要透过银发族达人社就举办就到疗养院，然后拍摄老人他们就是想要展现出来的技能的影片，然后透过当选课的节目带动这些老人银发族他们气就是氛围的活络。然后请问好啊，很棒啊！对，然后请问老总有什么看法或者？很棒啊，这个我当署长的时候就看到社区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嘛，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政府的补助，因为他们没有会计，没有我们这政府要会计啊，什么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规章嘛。所以后来想想就很简单，我们才只花了200万，我们每年全台湾啊，每一个乡镇都有，我们叫做活力秀。有时候是在台大体育馆办，每一次不是总统来就是副总统来，就是自己组成一个，然后他们办各种的表演啊、活动啊、舞台剧啊等等，然后有前几名都还有奖金呢。好、哦，那你说你要办那样的活动很好，你就看找一个机构啊或什么，你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也来合作啊，就是这个。因为现在民间团体很多，我刚讲红道基金会也做得很好，对不对？像这种团体不嫌多嘛，对不对？也许你可以开创这个啊、哦，有些可以做成一个产业，有些是社会企业都可以啊。像我那个养牛就是社会企业嘛，因为我永远不会赚钱，只是到时候牛宰了，我可能要买优先买一块最好的肉啊。好。最后一位，两个问题，最后一位，因为我们要好，最后一位，杨老师准时下课，所以最后两个问题就这里。好，在我们上个看到的那个地方就是正式，他说在瑞士有所谓的时间银行，好，时间银行，好，我跟你讲啊，我们在这个差不多2000年以前，我们老不老基金会就做了，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就是说，有些人太计较了，就是说我在台北上班，我的家里人在高雄，那我的时间怎么转过去？但是现在国外慢慢做得蛮成功的。那台湾现在有一群人，全部都是大企业家，我不能讲名字，他们呢自己去考那个照护员的证照，他们呢组一个 group， 他们开始要去帮忙别人，就这个时间银行，就我去照顾人家，人家照顾我，啊、哦，那在很多国家呢是，我不一定同样会照顾，比方我专门送餐，那我就帮人家送餐，我帮人家那个老人家可能家里洗衣服啊、家事服啊，我去帮忙家事服，那我记点。比方说家事服务算几点，送便当算几点，然后你把它存下来，啊、哦，这个就是互相帮忙的这个方法。那要大家出钱，大家有些人有钱出不来，有些人不愿意出钱，有人没钱出，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再来试试看，就说办理时间银行。现在有一群大企业家啊、哦、做这个事情，真了不起。我们台湾呢、哦，最后的解决之道就是大家互相帮忙。出钱出力，如果也不想出钱，也不想出力，就这样，好吧，好啊，还有一位，所以你可以来推动这个，很好，嗯，好，好，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杨教授晚安，晚安，你晚安，我
我这边先谢谢你刚才前面很多关于乐活方面的资讯，说了很多。那当然，预防胜于治疗，现在观念很正确，我也都满意。前阵子其实我经历过一个安乐死的事情，我身边的亲人。那我这个事情的提出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位提问者有关，他刚才讲到的是一些过程，在那个照顾的过程。延伸到刚才的说法，我这边想提问的是，在心理层面，无论是说当事件发生之前，照顾失等于是失助者，就是照顾的人，以及被照顾者，他们在心理层面上的事情是不是有些配套？那同时在事后安乐死之后，有一些心理层面的事情，尤其他们是没有孩子的，是这个老伴，其中一位还有活着的，他面临到很多生活上的改动或者是变化，而因此心理层面也有很大的一个创伤。请问们在这个部分，在心理层面的事情，有哪些事情是需要这个照顾的人去做？好，我没有能力解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那时候为什么特别推动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palliative care，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安宁照顾，安宁照顾啊，事实上就是一种悲伤的辅导。这怎么说呢？你自己知道，有人当然说我一定要拼到底。这次那个以前那个写小说的那个琼瑶不是就遇到这个问题吗？好，不过现在新的法律现在没有时间讲啊、哦。以后呢，以前是就是爸爸妈妈，爸爸很痛苦，哥哥说哎呀算了吧，可是妹妹说爸爸对我这么好，不可以，所以永远家里永远还常常最后是等那个美国那个来，好。但现在新的法已经修订了，就是照民法，它有个优先次序。比方说夫妻双方是第一优先，再来是长子女，如果最大的是女儿，女儿一个人说了就算，这样子解决很多问题啊。那什么叫安宁照顾？刚才讲过了，这是2000年的4月还是5月通过的？为什么呢？那时候张启贤先生去推动加入 WHO 不回来了，我是代理署长。那个时候，那个政权转移的时候是最好玩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是新街嘛，将来很多法案很难通过，要走的人说我再不做，将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那时候好多法案就这样子通过了，啊，那么这安宁照顾那时候就通过了，通过就是什么呢？哎、这个，就是。不再给他积极的治疗，安宁照顾是给他积极的照顾，就是不要痛苦。那你进到安宁病房的时候呢，这个家属跟他本人都知道我不会太拖太久了。这时候常常会怎么样，就开始会交代说我将来要做什么仪式啊，我将来要埋在哪里啊，还是要做什么，我甚至穿什么衣服都准备了。这个呢就是一种精神的照顾。为什么家属都准备了，对不对？就是我开始接受家属的，我所爱的人的离开，他本身就是悲伤辅导。那反而是你觉得应该继续活下去，他就走了，这反而会造成你很大的打击。所以做安宁照顾的时候，一定会有社工，有一般都有精神科的医师一起来帮忙。我不应该讲我个人的、啊，我个人很有趣的就是我的哥哥，这个大肠直肠癌，那他只有一个女儿，他离婚了，所以呢，就是我他女儿是第一位，我是第二位，那我们就决定安宁照顾。那他到最后倒数第三天呢，他想喝啤酒。那我们的总院院长呢很好，在中兴医院就马上去请人家买了啤酒跟花生米，可是花生米就没办法要了，我们就喝了一顿，做了一个啤酒趴。过了2天呢，我哥哥就走了。
哎，那这个我的子女也没有特别的悲伤，但他也但难过了，我也难过了，但是我们就准备好了，啊、哦，他就是住了差不多十几天，那我们一去就说这个很困难的，那我们就接受安宁照护，我们给他所有的尽量让他快乐，让他不要悲痛，让他不要痛苦。对，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安乐死。我们的傅达仁先生，除非他自己了断，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先讲好，我要做安宁照顾，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会知道你没有希望，我就不会给你插管，插管就不能拔。你偷偷自己拔可以，医师绝对不帮你拔，因为他犯罪。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生权法，生权法，生权法要2019年才会开始实施，那会更好一点。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安乐死，安乐死是加工死，哦，那这个比较复杂。那我个人现在对加工死是比较保留的，但是我觉得像傅达仁先生这样子，我是觉得是应该他，既然他的痛苦，他不是他一直在讲说非常痛苦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尊重生命。但是如果你觉得一定要拼到底，我们尊重，这不是什么健保费的问题，这跟健保费我觉得是无关的，好吧？好，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人滑手机，也没有人打鼾，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这个有还了。